画面中可以看到新港奉天宫为广场挤满大平信众，众人齐聚一堂，要恭送大甲妈回銮，场面壮观热闹，带您感受现场气氛。大甲妈八号晚间住驾新港奉天宫，一早进行祝寿大典，吸引数万名信众来朝圣。待了一天一夜后，在九号晚间起驾回銮，大甲镇人龚董事长严清标和嘉义县长翁章良都来到现场虔诚献花参拜，带您听一段访问。马祖的整个的绕境，那带给大家很多的温暖，包括信心。那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心灵的力量。所以今天晚上啊，11点准时，那新港人用虔诚的心。 恭送大甲妈，大甲妈祖绕境队伍准时在晚间11点从新港奉天宫起驾回銮，预计10号晚间会抵达云林住驾西罗镇福星宫，不少信众也跟着随行，要参与一年一度的宗教盛事。